我们那几天没有做，然后那个媳妇儿是要延迟几天才能做，因为我们之前是那个搅拌机，现在我们升级了，增加了一个更大的，那个我们产量可以更高一点，效率也高一点，从那台搅拌机然后直接抽那个大一个，可以放更多。然后那个大的搅拌机墙那个窗户孔都直接进来，那个都不像我们之前还要拿着来舀进来，好麻烦。第二个舀的话，如果前面都是它会滴在地上，那个的话以后连不干净又卫生，而且省去了一个人工。你是咋了吗？姑娘，今天我炒虾子吃哦。今晚上有你最爱的虾仔，还有西兰花。耶！吃啥子虾仔？干锅虾。来，钟明，我给你看个新玩意儿。嘿。哇，桌布对吧？用个鞋子，你手上的汗都不会沾点啥哈。鞋吧，现在比刚刚舒服多了。当然喽，西兰花是钟明最爱的蔬菜，还有洋芋都加到里头。还有很多菜是需要西兰花的，要是加上西兰花，看起来更好吃、更美味了。哦，我晓得了。那个是辣的辣椒，那个是不辣的，辣的少放点，不辣的多加一点，对不对？它只是起了一个呛香的作用。不辣的辣椒大些，那个辣的小米辣，细长细长的。干辣椒下水过一下，第一个去灰，第二它下油锅的话不容易糊。把水捋干净点。先来油炸，把所有食材炸一次。西兰花先炸，哇，看着好香啊，好香啊。我猜你最爱的肯定是这个。嗯，我一猜就是。芝麻，你看想加点点儿。哦。今天还终于是夸了我一会儿了哈，爸爸。我好想吃我们舅老家你弄的那个饭呢。腊肉饭。好的，要得。用那个东西能洗得来洗的呀，弄个那个。不用担心。来，请用。来，宝贝。这是我的美好生活，每天来洗桌布，我洗，我来洗，不觉得麻烦。嘿嘿，哇，你爸，你看，爸爸都不等你，那个终于找到机会来帮你忙了。我怎么忘了那个开瓶器？你来终于，你说你喜欢吃洋葱，我就喜欢你炒了的洋葱。不要浪费粮食，不然你就对不起农民伯伯了。嗯嗯嗯。